雖然而家市面上有好多 netbook，不過規格來來去去都係差唔多，所以鬥來鬥去咧都好似冇乜分別咁樣。不過 Samsung 呢部新嘅 netbook N310 咧就少少唔同啦，除咗內置 1GB RAM、160GB HDD 同埋用緊最新嘅 N200 嘅 CPU 之外，佢嘅膠面懸角機身咧，仲要由著名嘅 designer 深澤直行親自操刀添。不過講到呢部機最巴閉地方，就係個續航能力高達5小時。如果轉用6cell電話，最長時間更加可以到11個鐘頭添。N310 嘅 keyboard 同埋 keypad 咧都經過人體工學處理，所以用落咧都非常舒服。N310 仲有一個10.1寸嘅 LED 屏幕，而且仲用咗16:9顯示，所以睇片嘅時候都可以非常清楚。至於上網方面，N310雖然冇內置 3.5G，不過仍然有 WiFi 同埋 Bluetooth，而且仲有一個130萬像素嘅鏡頭，用嚟上網同埋或者視像都非常方便。